PVP 接干啥的呀？啊？没有，我接了吗？你接了。是吗？啊。你看，你看。啊。你叫啥？你摸我，你叫啥？你接了，我就想叫呀。是吗？嗯。啊。按耐不住了吗？嗯。这里最敏感。胸是吧？嗯。啊，完了呢！啊，我的这里也敏感，我跟你讲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啊，我跟你讲，真的痒。啊。是痒还是爽？舒服，舒服。虚实虚实受不了，跟你讲，不能太舒服了，人活着不能太舒服了。你看人这么瘦，鸡鸡这么棒，一这么大大吗？嗯，还行吧，还弯。我靠，怎么的？啊，别人都不弯，别人都不玩。嗯，玩得好吧。好。嗯。玩得好，我听他们讲的，不是我自己讲的哦，我自己啥都不知道，都是听那些他们吹牛逼的。朋友讲的。都是他们吹牛逼吹的。嗯。为什么？你穿的内裤太紧。谁呀、啊？嗯。你呀、啊？嗯。哦、嗯，也不急啊。老头啊，老头没有。老头也有硬的，老头和硬的石块降的也石块了，你一下就没了是吧？嗯，你这个也是老头干多了，他们自己讲的干多了，这样当摸着他们的时候，那一瞬间是敏感点摸到了他就痒，然后不摸敏感点他就揪一下没了，找都找不着了。刚才主要是在躺，不是在踩。主要是踩啊，好不好、啊？主要是躺。靠，躺又没有什么感觉，又不是没人在身边躺过，是吧？嗯，没人躺过。我信你个鬼！我信。躺起来你不会有什么感觉吗？那肯定有啊，一个是这么漂亮的，一个你躺在身边。我都不知道那个躺起来真的是怎么躺的。可能就是头那在怀里那种，知道吧？哦。把那头抱在怀里，你懂吗？那抱在怀里怎么掏呀？不就是侧着掏吗？刚才。嗯。那你怎么到人家怀里来？人家你看，掏这只的时候你头不是歪的吗？掏这只的时候我们躺那边掏啊。大概就这样嘛，你看。难道应该就是这样踩了吗？嗯、对对。哦。你懂的。都是只在一边哇。对、啊、你懂的。胸都比较大，其实胸都比较大。那我这胸小，估计做不了躺踩。算是一个擦边的躺踩吗？是吧？就擦边球。还能这样玩？嗯，没想到。没想到，真的，男人的需求真的好奇怪。男人玩的东西太花了。对，男人玩的东西都是我们往往没想到的。啊。我得去一批一批得了，哎呀，天天给老头子洗脚也洗得头疼呢。怎么都是老头子吗？嗯，不好玩，都是有低保的老头子，然后老头我们又玩不过老头子，哎，他们的精力比我们都还要多，我们能骗得了他吗？为什么玩不过老头子呢？啊？为什么玩不过？老头子经验多呀，我们经验。我们在他们面前就是小泡菜，真的是把我们拿捏得死死的。那老头子给你充卡不就行了？哎，他不会、嗯、他不会那个的，充个卡他都想要特别一点的形式，你知道吧？要的更多是吧？嗯，我们根本玩不过他，所以我说你爱充就充，不充拉倒。痒不痒？要的就是这个感觉，这就很奇怪。
有的人滑就是痒，有的人滑就不痒。有不痒的吗？嗯。真的啊？的确奇怪呢。估计吸没记下来，所以有的人滑着痒。心记下来了，有的人滑给你滑也没感觉。那也记不下来，没法记。那还能记下来？我换一个特别丑的，我就记下来。啊？我换一个特别丑的女人，我就记下来。没有特别丑的女人，好不好？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特别懒的女人，没有特别丑的女人了。现在。那我腿毛比我还多。啊？我看我腿毛比我还多。腿毛也不会那么长，有脱毛膏，我跟你讲。把身上的毛拔的一啊，脱的一干二净的。只有你们男的才留这个毛，我们女孩子都没毛的。也不是你有。光溜溜的。没有毛。啊。我也有毛。嗯。该有的。该有的肯定得留一点，你看头发。嗯。头发还挺好。一点都不好。好黑呀、啊。染黑了吗？染了吗？嗯。好吧，我以为是天生的。天生的也不黑吗？天生的黑头发，你居然说好黑哟、哦。有的人就头发天生又黑又顺那种。啊。有的人就。你的背也是黑的。嗯、不行。我的白头发，一头白头发。白头发，压力大，还是天生的。压力大。老了吗？老了不就有白头发？老了有白头发吗？嗯，在外面打扮比较成熟。98年、97年。可能穿的衣服比较成熟。是的。这不怪我们。对。不是，出来的早的话，那在社会上混的话，是得要成熟一点。虽然年纪小，但是心早已成熟。心理年龄已经是90后了。实际年龄是00后。有那种身材特别好。啊？有那种身材特别好。你说的身材特别好，是前凸还是后翘的，还是？嗯、前凸不翘那种。两组都有的，那估计没有。嗯？两个都带的，估计没有。前凸后翘。要不然就是前凸，要不然就是后翘。前凸的。嗯。前凸的，反正我的最小。其他的我就没测过了，我也不知道谁的最大。好翘的话，